嗨，秀燕姐你好。嗨，千玉你好。来，甲全国观众朋友拍招呼一下，好不？各位电视机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燕。哦，小燕，这是你的小名嘛？我知影。哎，好，大家安尼就会记得你了。哎，对啊。啊，其实我知影哦，秀燕姐，你嘛是迄组长啊？是第几组的？第六组诶。第六组哦。对啊。那因为我请问你吼，你伫阮这 High Class 这总部哈，做迄组长啊，有啥物感想？就是压力比较大啦，压力比较大。对啊，因为怕学员就是跟不上，可是学员都蛮那个上进的，蛮认真的，对，都蛮认真的。其实后来只要 High Class 然后唱歌哦，不止会当交到朋友，爱唱歌的朋友，对，自己也可以很有增进一些唱歌的知识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今日哦，足欢喜邀请到吼，组长吼来遮唱歌，好大家熟悉一下。妈也蛮高兴来这个舞台现场。对啊，系啊。啊，你有邀请朋友来无？目前还没有啦。啊，在啊，朋友有知影讲你伫这部当中唱歌吗？知道。知道吼，你有甲朋友讲就对啊。很少嘞，很少。就是他们看到才会来打电话跟我说。小燕，我伫个电视上，我看到你唱歌是你无？啊，你有讲？不是，不是啊，还是讲就是我啦。我有跟他们说，那个是我的，就是你哦。其实也拍一些，对不对？会啦，其实袂歹啊哦，来遮唱歌吼，你感觉只要是好的一面啊吼，好好表现，全国的朋友拢会看得到。对啦，一定啊。那今日小燕姐，你要唱啥物好听的歌曲呢？唱千玉。现在打的歌就是《沉泪的酒》哦，这是我专辑里底的歌曲啊，嘛就特殊的一首歌。对对对，来我们做伙来欣赏吼，你唱这条好听的歌曲《沉泪的酒》哦。好，谢谢。我是为
伤心的所在，袂当平静普通的情海，无奈为情深。